有请少年知名导师郭敬明。这一次我为未来选角。有请全能音乐导师胡彦斌。说干就干，聪明的人又怎能弄明白。有请舞蹈导师程潇。有请舞蹈导师韩宇。有请下一组少年登场。哇，炸了！我刚刚看到你们整场啊，就像每个人踩着西瓜皮一样，都在滑。你们没有想好来这个舞台上要展现什么？我不太同意笑笑老师的意见。我觉得这就是少年他该有的一个方式。我跟小四老师有点不一样的观点啊，努力是会被看到的，而划水也是不被待见的。我没有浪费过时间，我都在努力训练，我敢这样说。好，你有种站出来说你有真的努力，那我们就看一看你的秀。加油！我觉得这组好猛，真的有在成长和在进步。你们的表演很好，你们可以满足观众所有的想象。